我兄弟的姐姐好像对我有点意思。俩大老爷们的非得逛啥街，真是。哎呀妈！这看着路啊，倒是。对不起，那个我刚刚看导航了，我没注意。走道就别玩手机了，多危险！哎，你等一下。干啥呀？我都说没事了，不用赔钱。不是我想跟你问个路。哦，问路啊？就是、那个连什么？湖畔诗社怎么走啊？我都在那城坐老半天了，我也没找着。湖畔诗社？那你跟我走吧，我正好也去那儿。啊，那太好了。啊，该说不说，她还挺漂亮的。你总看我干嘛呀？啊，没有，那啥，你咋不让男朋友来接你啊？我不是来找男。来接这边。谢谢你带路，要不加你个。哎，姐，你到了。哎，小帅你也来了。他怎么叫他姐？姐，你俩认识啊？不认识，那个刚才我迷路了，他帮我带的路。这不巧了吗？那正好咱一块走吧。不是，等会儿，走啥呀？不是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你姐？啊，对，我姐。我姐小美，跟我俩长得像吗？这哪像了？不是，大哥，你玩啥呢？你不是让我陪你逛街吗？没错呀，是逛街呀。那这蹦出来个姐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那啥，我少说两个字，陪我姐逛街。这是两个字的事吗？啊，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姐啊？我咋不知道呢？不是怎么的，兄弟，我能把我家谱搬给你呗？哎，王姐，这什么女朋友啊？啊，没事儿，姐，她有点害羞。我朋友，我好兄弟，小帅。你朋友啊？那太好了。什么太好了？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哎，不是，哎，王姐，小帅照顾好我姐，我姐有点入室。那咱俩先逛会儿吧。那，没事，咱从哪开始逛？那走。不是大哥，你掉厕所里了，人呢？给你的，不知道你爱喝啥，买了杯跟我一样的。谢谢啊。怎么还没联系到王姐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刚才商场保安联系我说掉坑里了，人动不了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逗你的，这小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找半天找不着的。吓我一跳，你还挺幽默的。没事，那咱俩先逛呗，咱俩逛也挺好的。哦，那行吧，那走吧，那去哪儿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你个问题呗。啊？啥事啊？你有女朋友吗？那我这么好看，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？我兄弟的姐姐好像对我有点意思，结果兄弟扔下我跑了，留我自己陪他姐逛街。漂亮姐姐问我有女朋友吗？一问一个不吱声。怎么不吃啊？那啥，那姐，我不是等你的吗？我现在我都先动筷子不合适。还挺绅士呢，来快吃。啊，对，谢谢，我自己来。不是，姐，话说咱俩就自己吃合适吗？不等地了。管他干嘛呀？谁让他丢了呢？不是，姐，他真是你弟吗？谁让你管我叫姐的？他叫可以，你叫不行啊。不是，那王杰的姐，我不叫姐，我叫啥呀？那你想叫我什么呢？我这不是给你介绍了吗？你叫我小美就行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叫我点别的的话。看你表现哦。啊，不是，那我还是叫小美吧。哎，我前面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啊？啥问题啊？这么健忘啊？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我，啊，你说这个，这是，那个没，不是姐，你问这干啥呀？没事，不想说算了，赶紧多吃点肉。好长脑子了啊！好啊，你俩，我上个厕所，背着我俩，你都下馆子了。告诉你啊，你想泡我姐不可能。不是你好意思说吗？啊，大哥，这联系不上你人，这屁大点商场，我给你姐逛三圈了，给你姐逛饿了都。姐，你想吃啥随便点啊，让他花钱。不是姐，你怎么这个表情啊？小帅说你掉厕所里了，你离我远点。
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扔厕所里啊？哎呀，这行了，那开玩笑的嘛，是吧？哎，刘姐啥意思？你怎么不给我夹菜呀？我才是你兄弟呀！你看你都胖啥样了？看人家小帅瘦的，让人多吃点。姐，是你心情不好，我出来陪你丈母爹。你再这样，我可走了。你走呗，反正小帅都陪我逛完了。行，姐，下次我要再出来陪你逛街，我倒地拉屎。走，小帅。不是，干啥呀？我这人没吃呢，你要走你自己走。合着我多余呗？显着我多余是吗？行，行，你来。不是你别闹了，我逛街。哎，别搭理他，天天跟小孩似的，这么大人了。哎，对，前面那个王杰说你心情不好啊。嗯。啊，没事，我随口一问，不方便说，算了。哎呀，没什么不方便的，就是最近家里总共安排相亲，香的我都烦了。不是，你这么好看。还要相亲啊？那我这么好看，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？